特别的感觉。你干嘛？不认识你吗？怎么有病？大师，我能坐那儿吗？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听说过狐狸追兔子的故事吗？狐狸一直追兔子，一直跑，那它永远都追不了兔子。等等，谁是兔子？一只醒啊。 所以狐狸会狂追几天，然后消失，趁兔子发懵的时候突然出现。金星姐，你把它撂下。你也喜欢蜡笔小新啊？放手。他现在在我们家住，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学校，你都要把他照顾好。看我罚站面检讨3分钟。 把我生活搞得一团乱。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没有啊。我曾以为世间都不会有一个神灵能让我再见到他，没想到上天又给了我一次机会。想要跟我做朋友，落叶得往天上飞，星星掉在地上，所以。 难而舍。喜欢一件事情，就要拼尽全力的去靠近，任何事情都成为不了阻拦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跟我做朋友没什么意思。你现在后悔，还来得及。你不懂，这是我的愿望。